输的人就走那个辛亥隧道，大喊说：“鬼啊鬼，来附我的身！”真的，一回家身想重病。还是被抢走了？抢啥？叫你去抢啥？我没有抢啥没啊？你看不懂。我你那鬼弄的，叫我抢，我没得抢啥。我看起来很厉害，怎么样？我们曾经就打赌，你是当中胆子最大，以装扮来讲，好冲突哦。谁敢把保险套套在头上出来？怎么样？我们曾经就打赌，然后输的人就走那个辛亥隧道，走路，就走的哦，走路走辛亥隧道，没有钱是不是？然后大喊说：“鬼啊鬼，来附我的身！鬼啊鬼，来附我的身！”你真的很了哦，我们就这样子，这样卡到印，这是白目，就白目。然后这真的，一回家身想重病。重病一个人，身上重病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受惊吓之后的实况记录，请看。很少会在这么奇怪的地方开场。没错，今天我就是接到大任务的挑战，就是十首歌，看我在十首歌里面能够不看字幕，然后能够对几首。我一定挑战成功的，好不好？拭目以待。张立东还很认真地把十首歌唱完，却不知道他正面临有关生命危险的危机。假流氓闯进包厢，面对恐惧的威胁，张立东会有哪些反应？是怎么样？被招腿啊？不是，先生，你是拍呀，我们在拍一个戏啊。啊，你们啊，终于卖个炮，我漂亮。你要到了。他已经发觉他们是来闹的了，对，所以他后来就翻过来那个本票翻过来说恭喜你被整了，然后我就发现了，而且他在签之前你有跟他呛啊，对啊，对，这个呛啥，这个就是惊吓度还不够，对，你拿过来你就不是签本票，那签什么？哎呦，签结婚证书。吓死我！那你怎么也跟这个女的不？我跟我弟弟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